这世人皆说男耕女织，所以今天我想跟许郎比比腕力，也想看看我这未来夫君到底能否为我引起一片天。他一介书生，你别难为他呀。阿娇呢，巾帼不让须眉，他夫妻二人一个文一个武，以此调和，甚是般配呀。娘子呀，这到了上庸县城，你可要好好的保护我呀。我来上庸那是要建功立业，万万没想到你还有此番见地。小意思，只要是不做人事，咱们通通都要跟他们斗争到底。做官就是要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不懂官场的规矩，你如何做官，如何造福你口中的黎民百姓呢？倘若上面的人让你贪赃枉法、卖官鬻爵、中饱私囊、鱼肉乡里，你也会照做吗？金邦济世，要从为百姓做每一件实事开始。即便他是知府，便可以目无法度吧？你南风斋还有什么肮脏手段，尽管使，看我胡椒接不接得住。阿娇，你后不后悔嫁给我？小书呆子，你已经是我认定的相公了，永远都不会变的。